没有修心才会抓着说，哎呀，感受上有一个人谁来传达消息了，干什么？传达消息你都忘记，那觉得传达的是谁？你只要有一念还在这边认为佛有传达消息，就表示你念念都在感觉，你念念都在感觉，你就永远去不了西方，知道吗？你不过就在感觉之中唤起一个假象叫西方，就如同莲花宝忏讲的，上个莲花就变铁莲花，因为那都是感受。为什么上莲花？莲花你看到是感受，感受都是刚强，上去就是刚强。那你就在感受之中，我都忘记谁觉得感受了。你要明白看到妄相之中有佛来接引，佛来起幻象，你都知道觉得如是相的是谁？觉得如是相的是觉，我在觉中都不被这个幻象所迷惑，叫佛来佛斩。佛来佛斩才是真供养阿弥陀佛啊！什么叫佛来佛斩？你看到那个像是佛来，你有决心斩断如是过去的妄执，你就用大觉心性。那是真供养佛处啊，那是真报恩处啊。这迎头上去，你真的以为佛来接应你，那不跟我们常讲的譬喻一样吗？世尊从刀立天下来，再回到娑婆来时，须菩提还有什么莲花色比丘尼是吧？要去接佛。啊，莲花色比丘尼用尽种种神变变成什么的，叫引到佛前。须菩提知道，这所有的一切行为，因你只要他是站在决心上，不是站在，又是站在行为上说接佛，那就是背佛。在背就是站在行为上说接佛，那是背佛。那是念念之间就是在一切都不迷，连世尊下界他都不迷惑这念心，他都念念知道大觉心体能够解空的根本心中的。本来的决心中的器皿，所以佛也告诉弟子啊，真正接我的是须菩提。所以真正能够看到阿弥陀的，是你明白念念心啊。